你一定要这么毛躁吗？以前从来不会这样。每次等指令，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，你不觉得很浪费时间？就是说我看报纸啊。你以前也没有那么常在看报纸。我跟你一样不想浪费时间，所以我开始看报纸。你平常除了看报纸外，都在做什么消磨时间？你是指什么？我平常兴趣吗？对啊，像女人啊，我没有看过你和别的女人在一起。是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喂，Liz，声音怎么怪怪的？抱歉啊，老板今天要我临时出差。那我请你不要像以前一样一直吵着要离开我，因为这次我真的下定决心，我不会再让这种状况发生了。还有，今天要给你一个大惊喜啊，请你一定要等我。你怎么在这？他知道太多事了。我给你一点时间读mostly noises, ghosts with just voices, your words in my memory.
我本来想这么做。